河南最高气温达到了44.1度啊！新浪上了热搜，这个关键词条就叫做"河南被确，被正式这里了，河南人被正式确诊为红孩儿"。这什么小编想的什么？看小红孩儿这个面目，虽然是个孩子，也面目有点狰狞啊！河南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警预警，就红色预警了。今年夏季首个发布高温红色预警。哇，天哪！高温形成的原因啊，还未要进行解读，解读啥？就是有人干坏事干的太多了吧，老天爷都不愿意了吧，天降异象，玄学不都是这样解释的吗？就是坏人干的坏事太多，老天爷都发怒，警告你们。